咩心情啊？好緊張，未試過教人跳舞啊，未試過教老師跳舞。你問我，我其實每一次上台表演我都覺得驚，但係跳舞我真係未試過啊。同埋我由細到大，我夠膽講，我有好多地方我做嘅嘢我都有信心，但係節拍同音樂我真係係我最弱。都未至於不耐煩嘅，不過我唔敢擔保第二、第三堂之後啦。因為我是一個教不到、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會發脾氣的人。我其實都怕他會憤我，即是我覺得林幸芳真的會罵我的。比學生憤的感覺我真的想像不到。我不是很懂得控制這裡的肌肉啦，我看到他好像很容易就已經可以將條腰擺到，其實我不得咯。我的腦是不斷在想，我要收縮哪一塊肌肉呢？我要怎樣動呢？其實我的心裡面都挺掙扎的，真的死啦，這麼久都還沒學識，即好像很蠢一樣。心裡面我很害怕，其實他已經，我心想哎呀你這麼蠢啊，死啦！我要快啲學識咯喎，再學唔識真係搞唔掂喎，唔通今日成日就係練嗰個動作，我都練唔到。咁今日係第一堂啦，始終唔太熟，我都明嘅，同埋我知道佢都好盡力噶啦，其實。因為佢做錯嘅時候都唔知點應該鬧佢，話好猛啊！其實如果真係叫佢做，佢又做唔到嘅時候，我真係會覺得係咪我自己好冇用咧？係咪教唔到佢咧？冇，真係冇。即係跳舞，原來對於我嚟講係真係好難㗎。但係你啱啱係咁樣嘅。一定要做個 chest roll 啦，一定唔可以再甩啦！我下次一定會得㗎，下次一定得。